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陈柏勋啊。今天呢，我来挑战草爷《禅修茶日记》草爷要挑战过的系列，那就是101系列啦。那就是这些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了，那就是鸡屁股。那老板帮我算过是101，那我相信老板一定是正确的，那是真正的101。看，我超过101。其实颗数已经超过了，那串数的话是26串，那26串的话总共有，不知道，应该是有超过了。那我们就来开始吃吧，那我就边吃边配影片了。那我的话吃这个一定会干的，我去买了这个。多多绿啊，你们啊，对不大叫。多多绿，总共全部金额440块。我们就来开始吃吧，那我就配影片了。Bluetooth mode。第一颗。哦，我已经经过我家人同意在房间吃了，那我就边吃边看影片吧。我这边做一点事情。刚吃了四颗。这边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那我现在吃的话，跟大家说一下，下午在吃的时候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，才会接触到一些就是每一部影片的讯息。那影片的部分呢，会在。不定期的会在，就是周一至周日不定期在 YouTube 发布影片。那时间的话是12:03，下午3:00，然后下午5:00，还有晚上8:00，还有午夜12:00会发布影片。那会不一定，那大部分的话应该用首播的方式。那我就继续吃吧。大家一定会讲说，怎么拍又有人拍过题材呢？我自己想挑战美。那我影片的话，现在有新 logo 咯。那101系列新 logo， 我在我拍影片的当天已经做好了，然后会在这部影片使用。那音乐歌词也做好了，也会在下一次的音乐歌尾出现。那说图的部分已经在上一部的音乐歌词有出现过咯。那我们继续吃第十颗。来喽，1、2、3、4、14，跟大家说一下，不要乱模仿。14哦，18，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L Studio 吧，我是 Best Hamo。OK， 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四个人完全不剪接，准备要出发了。没错，今天就是挂的单元第15章。那等一下我们先上车，然后等一下遇到可能那种抢劫，要不然就是那种绑架啊，或什么，比较严重的那种。就去接，然后对，你们可以去看看草原他们的版本哦。因为那之前好像一个上奖资讯卡可以点，有些案件都没有成功，像第一季有那种拆炸弹没有是成功的，那 logo 为了这边爆炸死掉太阳的，所以我们先走吧。18了嘛？然后19、20、21、22。第二季好像也没有什么，刷的章节，好像刷的就真的只有第一季才有。一两次而已，所以大概真的有，好像有至少有两三年没有。Power off。吃完。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8。结果，天啊！你看，警笛一闪，警笛一鸣笛啊，全部都乱掉了。看到了，在那边，因为他在对象啊 ，heavily armed and very dangerous。OK， 他说。嫌犯只有重武器，然后非常危险。到了！哇！开枪！哇塞！先不要下车。我们这边叫那个紧急支援，因为我怕我们四个完全对付不了里面全部的嫌犯。我不知道是只有他一个人问题还是怎样。快，各位，准备了。我们先开枪，快做准备。开枪了。快把他干掉！喂，所以队友不要攻了，没有剩了。超痛！他拿砖什么火神吗？小光想他打人，这太夸张了吧！这多大力？打不死哎！二八嘛。
Paycheck 这个。Oh my god！ 亮叔怎样啊？为什么我在当拖掉单位的时候问题就那么多？叫拖掉单位来，刚好顺便给我补血就对了。但这个人的 citation 也是零啊，他没有任何其他记录，每次给他开个单吧。然后刚才那辆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发疯嘛，还是犯人之类的。如果是正常来讲那种，我应该会追上去的。这个，对，如果是市民不是正常，最后一个了，这个黑子我要咬掉，最后一个了。好，我们把这辆车拖回那个保管中心吧。谁叫你要停在消防栓附近？OK， 我们这边等一下红灯，之后我们再转回去。怎样？然后关于那个 fire 这个事情。